字叫做陈冠伟。那我今年23岁，目前就读国立台湾艺术大学音乐系，然后主修乐器是萨克斯风。对，然后萨克斯风这乐器已经学习了至今14年。擅长的曲风的话，就是类似像比较流行一点的东西，其实都还算蛮擅长的。可是就是摇滚、rock 这一类的，我可能就比较没那么有办法。比较擅长的是演奏那种类似古风一点的曲子。